圣杰来了，是不是没想好去哪玩呢？我就一句话 ，Welcome to 东北。没预算总共2000，来回机票花了1000多，玩个屁呀、啊！够了，咱还没放假呢，就溜出去，工资咋办？给粉丝做攻略，算出差。行，走走走，冲！下飞机第一顿饭必是东北盒饭，可以说来东北我最期待的就是这个自助盒饭了。大哥，怎么了？不带急眼的吗？不带急眼，随便吃啊，可劲喽！我看你这么瘦，你能吃多少啊？我咋就不信呢？你随便吃，走吧，走，12块钱随便吃。正好没吃饭，我从昨天就开始没吃饭。哎呦，你能吃得了吗？哎呀，人老板都说可劲造了，随便吃。Later， 你还专门挑个繁华的地方住啊？嗯，哇，咋样？那行啊，多少钱？399。再见。不是你干啥去啊你？399一天，我这点预算住2天，我都没钱吃饭了。哎呀，不是一天，5天4晚，一共399。东北必是金花呀，80一天啊？咋样呢？这回去干啥？我这造得了呗，回去啊！我特别，哎，再找个地合计合计吧，景点啥的。不用啊，我都熟，你跟我走就行了。不是，咱不做攻略吗？那景点门票多少钱啥的，不得合计一下？不用，你跟我走行了。行啊，中央大街5块钱买一根马尼尔，能溜达一下午。好吃。索菲亚大教堂进去15，不进去不花钱，拍照嘎嘎爽。晚上漂亮，挨着松花江。哈尔滨博物馆6个展馆不花钱，好精美。太喜欢了。动物园47，走。4.7的感觉。我去，这给我干哪儿来了？东北卢浮宫啊，不花钱，本周一不让进，走看看去。我去，这么豪华吗？朱家庄园，那个贵140吧。哎呀妈，终于有上了3位数的了。拍照，拍回来，行，拍一拍。2000块东北旅游第二天，来东北旅游早餐必须来早市，红砖街早市，东北著名景点，便宜。来给你经费，是不知道我饭量吗？够了，这你就用不了。走走走，不是，怎么可能呢？一碗馄饨都不带够的。要一个白菜粉条的，一个韭菜鸡蛋的，多少钱？2块。2块。再压个豆腐脑。压豆腐脑5块。一共才5块。羊汤加粉丝多少钱？10块，差点要点。10块。来一份，就这个啊！来点个蛋啊，小韭菜。给我来89菜。带锅。好，要不然给你倒点。这么大？多少钱？20吧。20吧。这个呢，姐？可以18。18。这大猴呀，就是。这18。所有的今年大奖都出去了，都卖10块，就挑就完了。还能便宜点吗？这个？能了，太便宜，便宜就白送了。啊！要价，不要钱了，来，要价。不要钱了！你能想象到10块钱是一件毛衣的价格？这都10块，这直逼广州13行啊！那还去哪13行了？直接来东北呗，便宜啊！要！行啊，有收获。挺漂亮，我穿着肯定行。这绿色还显白呢，我找个地换下来去吧。哎呦，快先吃饭吧，我都拎不动了。走，先吃饭去。豆油条，泡味的，你尝一尝，我给你尝尝，这没见过这种，咋样？麦苏林的呢，口感很扎实，还有韧劲那种，但是也不是特别咸，这包子也行，还得是咸豆腐脑。20块钱整了3个人的早餐，我还整了件衣服，你就琢磨去吧，你就说便不便宜吧。投了，我就这。荷兰也太美了，好想去啊。网图呢？就朋友拍的，人在那儿呢。那咱也去呗，这地方这可出片了。你请，我请。去啊！真的？这么点钱去？哎呀妈！就为了问我呀？傻！说的是河南，这他妈是河南？你怎么傻呀？你不是说的河南吗？我说的荷兰。那我就说呗。那你就说上这块。
来都来了，逛逛吧。相机你拿着，死沉死沉的，给我找地方寄回家。啊？寄回去干嘛？咱拍照啊！河南有很多奇怪的地方。这咋说？啥意思啊？你又干啥呢？结束。那帅呢？你从哪整的大宝剑啊？有没有我？什么事儿？你说是不是贱吧？这古城真不小啊！嗯，光照自己吃呢。一会儿把你剑给我。哎，人呢？啥玩意儿啊？给了个包，真的，这给我，有钱随便花哦，真不错。看一下我的，我的包包，写的好的话可以送你一个手机支架，或者送你一瓶可乐，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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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真不错。文创袋呀，哇！我都没见过，我天，这个没见过，这个也没见过，这你会请我吃的吧？走吧，结账。吃饭吗？我请你。行啊，吃过水席吗？流水席。带你长长见识，走。为什么叫水席啊？一会儿上来就知道了。哦，都有水，所以叫水席是吧？看这小酥肉已经大了，哇，拿老香了。嗯，这菜这一顿多少？一个肉，两个肉，三个肉，一个主食，一个汤，300，不到200，不到200，你不到40块钱。买这个吧，输了给我这头汗。为什么？来来来来来，这什么？你没玩过这个？不是你有没有童年呀？就把它放下，然后，啊！哇！一定要使劲，你知道吧？就冲着，你看，冲着这哈了啊，就冲着他就冲。来，玩这个。这又是什么？东南西北？什么东南西北？这个你也没玩过啊？不是你们南方人挺没有童年呀？你选个方向，嗯，几下？4下。1、2、3、4，给我根头发。就类似于大冒险呗。7、2下，给我根头发。怎么又是？你等会儿。6下，给我根头发。什么鬼？滚啊！你再忍了，全都是给我根头发。你有病啊！你要那么多头发干啥呀？再见，再见。你看这种睡觉翻白眼，然后叫不醒的，都是穿越者。他一打喷嚏，他就穿越。那你这穿越的真是没有成本。真的。等着。可是你看完了，一会儿就穿越了。真的。还在这儿啊？对呀、啊，可能打开方式不太对，再来一次。我就看电影里说打喷嚏能穿越，我想试试呢。说这谁信啊？啥电影这么抽象设定啊？真的，张若昀演的《从二十一世纪爱上彻底》，听着名就抽象。对对，真的很抽象，但是真的很好看。哎，二哥，你自己觉得我绝了，而且这个电影超级懂年轻人，就是那种理直气壮的发疯，超爽，而且笑点也很密集，你也能笑一整场的，真的。笑一整场，就你这狗屎笑点。今早彻底才看到这个老师，好好练功，长大当个黑帅。没见过这种。就是。哈哈哈哈哈。Later。你别坏了。这电影看的吧，我都有点怀念小时候了。是吗？是吗？我就是看完这个电影之后，我就想玩小时候那些东西。我也想玩。拉倒吧，啥都不会，啥都不会。我也想。